来来来来，你吃完了？那我肯定吃这个。西红柿鸡蛋面。自私的毛病又犯了，吃吧吃吧，反正我有烧鸡。你吃啥？胡辣汤。这款胡辣汤里边自带五包料，开水冲泡3到5分钟即可食用。如果你早晨没时间做早餐，可以点左下角链接来一单试试。拿点热。哎呦我的妈！Ha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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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!